我是周恩来。总理，飞机方向不对头啊，向蒙古方向飞去了，马上就要出国境了，是不是要派飞机拦截一下啊？这么大的事情，我得去请示主席。你继续监视，等我电话。是。看样子飞机要飞出国境，进入蒙古了。刚才李德生同志来电话问，要不要派飞机拦截？天要下雨，娘要嫁人，不要阻拦，随他去吧。林彪还是我们党中央的副主席，我们要是把他打下来了，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？天是塌不下来的。1971年9月13日凌晨1:56，林彪乘坐的三叉戟飞机穿过中蒙边界，进入蒙古境内。见总理，总理，飞机已经飞出国境，现在已经进入蒙古。在蒙古境内消失了，什么原因？目前还不知道。好，你们继续监视，有情况马上报告。周恩来开始着手善后工作，包括处理林彪死党周宇驰等人试图驾驶直升机外逃事件，并把林彪叛逃的情况通报给政治局委员。飞机消失了，